Hello，我的朋友今天早上就发这则《星洲日报》的新闻给我看。MVI 张玉发属下公司联手金沙创意发展马六甲项目，还有 The Edge 的报道。MVI's Teddy Chiu re-emerges in Malaysia's corporate scene in possible tie-up with San Nisco。咦，张玉发不是被引渡去中国了吗？涉诈骗。集合与投资计划，泰国法庭判令张玉发被引渡至中国。张玉发是马来西亚人吗？说到底是 import 回来马来西亚，还是 export 去中国？那到底要怎么进去？拿回来马来西亚，还是要把它出口去中国呢？这泰国的法庭他就讲说，还是 export 去中国呢？代表律师呢就讲说，我们要上诉。就是要 import 回来马来西亚，说到底，他现在在法这个泰国的这个法庭到底是 export 还是 import？我不知道哦，真的是不知道。要问人哦，要去找哦，找资料哦。然后我就去那个亲爱的 import 的 document.gov.my，我去 e-filing 那边找，在5月15号 KL High Court Commercial Division。有 MBI 的 court case 哦，哇！你看啊，那些这个 court case 啊，总共有多少个人啊？有这个 number 啊，07/2021，给你好了，总共有255个人。那另一个 court case 又一次就有19个人，说总共多少人啊？自己加减乘除啊。接下来2021有47个人。586有63个人，哇，还有的346有215个人，加加买买总共有599个 plaintiff，哇，那个 KL High Court 不是很满哦，很挤哦，说我就看他的其中一个 case，他们全部 merge 起来，在马卡马丁吉达冈山那边做这个 hearing。复考是有从15号到19号，22号到16号，说这个就是涉台中 MBI 法庭真人秀表演 cross examination，这个就是那个 full trial 了。说谁要去看这个法庭的真人秀的呢？你们要做的就是呢，其实全部你们都要 download 那个 cross papers。你要看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讲啊？说这个啊，这个你就去到这边，then 你就去Malian Tikat，then 你就 search，Case ini wujud 当然是 wujud 啦哦。过这边这个 corporate，then 你就放你的那些 bank 的那个 details，不利你就去买啦。每一个 court case 都要买的嘛，这个啊326614要买，201要买啊。586也是要买，then 346也是要买，总之买买买买到完去读他们的 cost papers 啦。说你们要买那个 cost papers 那个法庭文件，那个是要付费。说高等法庭的话，一个 case 是12块。说 let's say 你买5个 case 的话，你就要花60块咯。可是是值得的，因为你 download 哦，你就学习嘛，OK。接下来就是如果你要去高等法庭那边看真人秀表演那个那种表演那个剧本剧情啊，那个是免费的可是现在这边是有很多 plaintiff，而且这个 case 我相信也是会有很多媒体的报道，说你看你的屁股挤到进去那个法庭的那边没有咯早一点到咯，就是看咯如果你挤不进去也不用紧的，你可以在那边跟人聊天吗？跟媒体聊天呐、跟那个 plaintiff 聊天呐、对吗？你看到如果有张玉发出现，你跟张玉发聊天咯其实是 OK 的。说这个是公开公平的审讯说我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due diligence on 那个 cost papers，还有 attend 那个 full trial，还有 cross examination，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法庭的程序了解人家是怎么样浪漫的拍那个爱情故事，因为打官司是好像爱情那样子，
你写信，我写信，你写信，我写信。那 after that 在法庭那边，你诉我，我诉你，你问我，我怼你啊，这样子啦，不是像谈恋爱吗？啊，我也会安排一天的时间去那边坐下来看啊，现场版的西台中法庭真人秀啦。所以你们如果有谁要跟我一起啊、看那个法庭真人秀的话呢，啊、你们可以在留言区那边打一啦，啊，这样你打一了过后啊 ，maybe 我再跟你讲我几时那个时间啊，几时我会去，因为有两个星期是吗？我不是每一天都去吗？我会选一天我比较有空的啊才去。所以你们谁要跟我一起去的啊，你们可以在留言区打一，如果没有的话，你们也可以自己 walk in， 自己走进去坐在那个法庭那边看的，没有问题的啊，不用等我的。OK， so this all， 谢谢啊，希望啊大家就通过啊 due diligence 和 data analysis， 无论你是老一老万老千开台代理嘴于人民百姓都好啊，我们的心团结，政府可以跟那个贪污靠在一起。所以我们身为水于人民百姓，普通老百姓，我们也是想办法跟那个开歹和劳役抱在一起，因为这样子呢啊，国家才会进步啊，社会才会健康文明啊，与谐共处是未来的趋势。Thank you, bye.